林孝成球出一好两坏。好，这个内野的高弹跳打在一垒，林奕泉自己来踩垒没有问题。好，很快速的先抓到一个出局数，对内角，然后右打者可能就是内外内外的交替，然后也让打者其实打得没那么顺啊。这个球碰到了奕泉的手套，结果弹到外野去了，是一支安打。郭天信站上垒高。对，像这种球的话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处理成出局的哦。8岁，对，然后嘟嘟已经42岁，然后神拳年纪也不小。哎，有机会打在一垒方向，前传二垒，再转传一垒、out 哦，漂亮！哇哦，这个 double play 来的正是时候。好，这个内角球被吉利吉捞拉起来，在左外野方向非常的高，相当深啊，打到了上层看台的红不浪。对，吉利吉捞他比较厉害擅长的就是这种比较低球低角度的球。那刚刚崇宇其实一度想要蹲控制在内角偏高的位置去压制吉利吉捞，没想到一个失头就进了他的热区哦。对，这是吉利吉捞本季的第10轰，已经追上了今天没有在先发名单当中的林安可，并列目前中职的全垒打领先。真的是捞哥、对，所以哦，这样子的一个算是配球就要非常的下一棒打者球也打得相当的高，不过看起来是在截线的管区，戴着墨镜的截线呢接上了刘基宏。内角球打在二垒方向，正面的滚地球，林鸿贤传向一垒，两出局，非常经典的画面。志胜打第一球平飞越过了三垒上空，这个半局的第二支安打。不管在进攻在防守端方面都让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好，这个球在中间方向落地安打，大师兄现在上到了二垒。两出局之后呢，现在垒上有两名跑者，是觉得难过，他觉得是好事、对，怕有一些人觉得我失误好像无所谓，或是变得很紧张缩回去。错没错。好，两位跑者都启动，这个球打在了右半边，上来接杀的是林嘉伟，速度相当的快了，昨天守左外野，今天嘉伟回到他更熟悉的右外野防区。则是终止了他们近期的3连胜，不过现在也朝着50%胜率在努力当中，又找到了林奕泉，连续两次好像给神拳来做一垒守备特训，比较快到，但是可能也因为时间移动的时间比较短，你可能在这个移动的部分哦，没办法获得很多的休息。是这个反向的安打，郭天信要跑上二垒球回传 safe。哇，这个传球其实也非常接近了邱志成的回传，不过还是让郭天信击出了二垒安打。说到腿伤了，脚踝的伤势其实在系列赛第一战也曾经在跑垒时候困扰着他，这个球又找上了邱志成，而且邱志成后退直接接杀球，赶快回传到内野左半边的大号全垒打，本季的第10轰。对，配外角是对的哦。哎呦又打到了小黑的防区，这样可能要失分了。对，哇，所以吉利吉道两次打击带有2分打点，哇，真的是可以捞的这个角度哦，跟范围越来越广哦。好，这个内角球有点挤压，三垒手拦在胸前，再传一垒时间是够的。好，这是魏全龙队在三局上半的第3个出局数，打击率稍微下修到305，打高了。不过今天艾普勒的控球目前看起来你要从他手中击出串联的安打好像有一点难度，控制得很好哦，所以速球来压制打者。碰一下内野的滚地球在二垒防区，李凯威传向一垒，可惜了。主要的那种罗敏清、陈正贤、曾志珍大学长，那真都大学长。对，那其实年龄也就像现在这样子，年轻人进来，或者是要等到满球数哦。已经两人出局，
这样没有走过、嗯、这是一个坏球，所以连续两位打者被保送，上面他觉得有成长。是低角度的球捞起来，在一垒这个防区拼速度 out。 哇，投手的手套应该是除了外手之外最大的吧。好，张伟明扫到了反方向，考验着小黑，但没办法、嗯、还是落地了、啊、所以对目前魏群龙队每一局都有人靠着安打上垒，起跑了，跑者走，这球打在球棒的中间二垒的后方，有点尴尬，没接到的话赶快处理，这个要赶快处理，停下来、嗯哦、停下来，这球赶快回传内野，因为其实不深了、啊、两个人都有脚程。哦，一垒上的跑者启动这个球，好，看看是不是要来夹杀，夹杀出局、哦哦、抓到抓到、哦、所以林鸿贤哇，这个判断很重要，对，我、哦哦、这个是 The pitch count。 好，这个球苏志杰打在右半边也落地，同时的第一支安打出现，而且是这个半局的一开始，在量好三坏之后，苏志杰击出安打了，也是一种方式。好，这球点进去，好，也在投手跟三垒手之间挨捕了。第一时间球没有装好，所以没有地方去了。哇，这对狮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球完全传不出去，这是那也看起来是做一个没有特别趋前的防守。哎，结果这个球打在了游击防区，也是因为这个防守的选择。哇，是。让统一狮队很可惜哦，出现了一个双杀打，虽然是换回了一分，取得第二分。中线安逸啊，可惜艾普勒人高手长啊，被他拦了下来，脚抛给一垒手许哲彦，这个球打得虽然强，但是位置不是太理想。不过吉利吉刀打了全垒打，那其他局数的用球都相当重，随着投进去，不会吧？哎呀，又上了第二层看台啊！ 哇，第一球哦，在休息之后的第一球就被捞哥给扛出去了。你要说嘟嘟狮头也没错，但是吉利吉料他的把握度也这个几率也是掌握得很高哦。对，所以我刚才本来想问小破，就是说下次再碰到他的时候，是不是要投开一点，宁愿把他保送，因为他的破坏力太可怕了。其实崇宇跟他可能要查看看哦，在嘟嘟哦生涯的投球数哦，好像是突破了31000球、哦、哇，哦，这个球切到三垒这边，出局的是杰宪，两次机会哦，危机的机会，并没有去把那一个半局给打开、哦、嗯。这是一个内角好球啊，嗯，志杰没有出棒，站着被三振。哇，这个外角球没有打中啊，所以潘杰凯也遭到了三振。有垒上有人的话，先看看小黑能不能延续他的上垒、哦、哎，上垒了。哦，谢谢小破开心口。到了两好三坏，跑者走，四坏球保送。对，觉得第七个球，林安可将球打穿了防线，而且一垒上跑者因为提前启动，现在柯玉明也有机会回来吗？结果在三垒这边被按住。哇！同一狮队攻下了第二分，林安可代打建功。林权将这球砍在地上，啊，游击手接到传的比较高，但是只高了这么一点点，最终还是抓到了林义权。系列赛三场下来最接近的一场，好，许哲彦这个球打在了右半边，哎呀，可惜了，对方守的比较浅哦。真的打得很漂亮哦。对，彭冠伟除了速球之外，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他的直插球。
今年直插球被打击率只有1.43。哇，这个好球被主审给拉弓，所以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球投进去之后，三振了林家伟，也结束了这个系列赛。系列赛的最终战，统一狮队最终是以2-3输给了魏全龙。陈冠伟除了速球之外，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他的直插球，今年直插球被打击率只有1.43。哇，这个好球被主审给拉弓，所以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球投进去之后，三振了林家伟，也结束了这个系列赛。系列赛的最终战，统一狮队最终是以2-3输给了魏全龙。这场比赛应该严格来说是输给了吉利吉了。对，艾普勒也拿下今年球季的第四胜，同时陈冠伟也拿下第七次的救援成功。那嘟嘟潘威伦相当可惜了今天六局的优质内容，只可惜他始终没办法解决的那个吉利吉刀。